第十八届第34次临时会于今天上午开幕，拟审议县府提案一件，议员提案22件，合计23件。议长何胜峰期盼议员都能多费心审议，三尽职责，监督县政，为民众服务。咱本处的临时会本席以这款交接，会期有十天，议审议县政府提案的有一件，议员提案的有22件，合计有23件，敬请各位议员多费心来审议。今天是本年度第一次召开临时会，议长针对新上任的四位首长，其中包含公务处长、教育处长的工程计划及教育整并校后校区活化等工作，期许都能积极有效率的办理。有咱干务处陈世华陈处长，希望能针对着目前所施工的废水下水道系统管线的工程，还有咱八卦山旱管的计划及资源开发，各种咱所存的作业能更加积极，嘛希望能将干务处的业务执行更加有效率。第二位，咱干务处咱处长我们孟真理事长吼，希望有效推动着咱并校的政策，将闲置的校区加办一挂热能的学习中心，去提倡着国民运动的风气，落实全民运动。另外还有警察局长的治安侦防、交通等工作，以及计划处所负责的县府所推动计划，请警察局长与计划处长要加强查缉，积极办理。第三，咱新的咱警察局邱宽与咱邱局长哦，希望能加强着治安的工作，针对着加强查赃，啊加整肃非法枪炮，查缉毒品犯罪及交通执法及疏导管制等工作。还有就是呢，咱计划处萧文成萧处长吼，伫咱管养计划处针对着咱管养所要推动的，嘛希望萧处长会用积极替咱管路为着咱南投县的百姓加争取经济福利。议长何胜峰期许四位新上任的首长都能本于专业领域有杰出的表现。期许在咱今年刚上任这四个县政府的主管，拢会用针对着本县的公务、教育、竞争一个计划，尤其是竞争治安、交通为民服务的工作，拢会用有杰出的表现。议员们也会持续为民众福祉把关，监督县政，使南投县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与环境。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